环岛的第二天，早顿凊彩吃便利商店的沙拉。嘉喜，新社海，这里超好拍照，就水耶！巴特红岸是新社部落格马兰族做出来的地景艺术，蛮凉的。告北回归线一游，加的是23.5度，日头底下，太阳直射地球北部最北的一个地方，在这边拍好吗？压力就是来花莲家，我来静浦部落，静浦有这个太阳的标志哎，我后边是长虹桥，这个溪吼上游会当溯溪个。泛舟诶，我本来要来泛舟诶，但是阮两个人无法多成团，爱六个人才会当去泛舟。我们去太阳广场，呀！快来一道旨意哦！把我翕相啊！把我翕相，等一下，若是天气袂歹，就去完成我的任务，射箭。食中昼啊，刺葱干面。刺葱就是原住民甲伊用的一种调味的佐料，伊有一种刺葱味，很难形容。然后这个是马告咖喱饭，马告就是原住民语里底胡椒的意思吧。嗯，咱一个食完就要去静浦遐体验阿美族人的生活。等下呢，我们要去体验一些部落的早期生活方式，就是像我们划船，或者是去射箭，对，那还有捕鱼啊。这里是左边吗？我要转弯。左右不分。转弯啦。对，我们家转弯，我们划左边。对对哦。哦。好了。就出鼻了呢。左边，对，右边，哦，我们要感情要好，默契好一点。对，要默契哦，要默契哦。很平啊，很会哦，不错哦。我要转弯了吗？没有，我们就直走就好了。好。哦吼。这样子就撒好了。我们现在就是要让它往直下沉。可以去看一下。你看那个多快！哇塞，滑很快哦。你感觉好像没有脖子哎。爽哦！什么手酸了吗？在你夏威夷耶。手酸了吗？一点点，因为教练把我。哦，都是教练在滑。划船台语叫什么？各准。教练教我撒八卦网抓鱼。哈哈哈哈哈！绕赛，还是可以抓到东西。有啊，你就抓到一堆石头啊。好吧，一无聊就石头，因暗食石头。刷落来，教练要带我去抓浪花蟹。为什么要抓浪花蟹呢？因为这个是静浦部落的传统。因的爸母去抓鱼的时阵，囡仔就伫个海边抓浪花蟹来算安呢。
准备杆子，那早期是用竹子啦，转紧。OK， 好，接下来的把它套回去。十分钟了后，屁股都湿了。这个啊，这个，对，哪里啊？有没看到？没有。哦，可爱哦。左右转一下。它是有自吸气的地方啊，有泡泡的是头嘛？对。它走是倒退走啊。真的，好可爱哦。好，那你要现在来把它放下去，有没有？三家具，这样变魔术，转，不要动它，有没有？哦，钻进去了，有没有？来，准备啊，欢乐的时间过得真系快，又系时候去射箭。出来，煮一个，还不错啊，蓝色了哎！稳住，停止呼吸三秒钟，来，一二三，出去！哦，有白的。不要。我都不走，都在右边，真的都在右边。我喜欢往右。对。有啦，有吃到红心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当开车时速大于60-80公里的时候，手伸出去抓风，就跟抓低罩杯的感觉一样。好了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体验一下，抓一下，怎么样？我抓自己就好了，傻了。喂，亮喜店长，请问一下，你住在这边这么久，有什么好食的私人的介绍好啊？你们可以去兴隆花园，在彰园。对，有非常漂亮、非常厉害的风景。还有 Option Two 吗？还可以去长滨，那个长滨大街上有一家叫做寻常三酒馆。寻常三酒馆，对，你可以喝到厉害的部落调酒哦。哦，我要喝。Go！寻常三酒馆，今日尤其无法度内用安尼。OK， 所以即摆就找其他的，看到虾米食虾米啦。记耶，百叶豆腐、卤肉饭 and 鱼排饭。嗯。它是当时肥的，慢慢的肥的，应该有人介意吧？那是蛮香的，白豆腐吼，自己就好食，爱咬好牙根。来，赶快来吃啊！不然我就吃完了。反倒嘛是要剪片噶，细细哦，大家拢要细哦，搁要脆哒哒。